杆或做什么也有可能。哦，啊，若要做电线杆，要经过什么？过来去浸油柜，哦，爱去浸那柏油、浸油柜，较袂烂去。那其实大家有桉树的地方，什么很怕？昆虫很怕，他不喜欢它的味道。好，今天我们去茶园，可能假如说串比较短的，可能要注意那里的蚊子很多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啊，蚊子很多，因为它定了很痒。那蚊子很多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尽量站在什么阳光上照得到的地方。哦，啊，不然我看到那个，有的人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。哦，好嘞，我们再往前走。